要玩吗？吃不完，这个是现捞的剥皮鱼，皮已经帮你扒好了，一只，来两只，两只吃得完吗？一只不用300，两只花600，卖开600，开500，400，300好不好？还够伤贵，你这这怎么一大斤百飞机两百哩嘞？300块，有大有小哈、啊。来300，要吃虾仁。文发早，琼珠早，梦丽早，大家早。你吃了不？用100块呢。这个煮汤超赞的，加个豆腐，蛋两盘吗？300，来这边。想吃的继续，来躲起来，来，赶快来300。300，超好吃哦。现在一台进外面就是200块，剥皮鱼超少，来妹妹的，小静你剥好了吗？啊，我呀，我剥了。给阿兰姐吃。剥好又干杯。姐，回去干煎煮汤都好吃。你记得来这里不用买鱼。妈妈说今天还没吃多。好，来，大哥，你要多少块？还是下面这？我一份偌济啦？几分啦、啊？几分了无？买遐济哦，啊无大哥用车给你，车已经拆落的车给你。安尼200、400、500，400块给我，400块给我，足重的足重的，紧的。来，400的话就1000啊，你讲。啊？哎，要1000啦。无啦。来，鲨鱼呢？刀子。镜头前请记得微笑。好了。大哥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啊，嘿。到了。谢谢。哎，下礼拜我跟你讲哦，星期三啊，约会在潭子哦。我知道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纯家的娘呢哈，来喜欢吃的来，开200块来。200。拢无刺无骨的啊！这个没有胆固醇，没有防腐剂，记得回去啊，切薄一点来炒，炒沙茶，炒芹菜，200来就一个，100啦！我讲了嘞，还搁在想，前面两个，一大斤偌济去问看卖，还搁在想。来跟小辣椒买鱼就是不用想。来，八哥，比猪肉较俗。下一个。加个一个啊，哎，还是一个，我印象那个。哇，水，我的功夫愈来愈好。板娘好可爱呀、哦！那个刀，他外面那个。我知道这个刀。一袋子，一袋子，大姐，叽叽叽叽，来，大哥。啊，小金仔。再来是鲨鱼肚，啊，鲨鱼肚价钱不一样了，回鱼塘。快哥啊！做两个好不好？200块一半，因为甩多较贵，甩多较贵。来，好结束，谢谢你们啦。这个，来，帅哥，这姐姐送你的啦。帅哥来啦。阿母，你不要叫你姐姐，以后不敢来了。我爱啊，我像不像姐姐？像咩？喂！你们都说谎，你等一下会被我的粉丝攻干哦！我跟你讲哦，哦，真的，刚才这三个帅哥站在外面，我就一直盯着，到底要来干什么？原来不是找你，是找我。哦，关机了，关机了。来，请问再来要吃什么？吃这个吗？啊，这个剩一点点卖完了，哦。来阿根廷鱿鱼哈，会记的哈，牙齿啊，即摆哈，烘啊钱啊，干净一条偌济，你拢知影，歹讲啊，讲啊，侪不如恁家去牙齿啊，钱一家就好。来，一两三，是，因为这一组我看一下，这一组比较小，安尼一二三，三个客人，一支吼，唔免外口去开100，开四啊，400、300、200，600来。这里加两个啊，这里一个，加两个，没有了。拍摄哈，直接拍摄。阿伯，我搁加炸一罐。哦，来，要吃好哎哟！一个你抽三加拉来四片鱼啊！来耶！哇，你也差不多了。十尾的还有几件，我要一起卖。我们没有宅配，我们都要现场购买。妈妈，谁给我拿去的？
拿来。今天礼拜三在台中市潭子区潭心路二段。十位还有几件？还几件呢、啊？先生。大头家的头像姐。拿一起来，面对镜头，请你微笑。啊。还有一件来呀、啊？没有了。哦，那我找两个客人来，请问我啊商店的。妹妹，妹妹，你的皮肤有够水，油油油，金金金，真的。你袂，我那看嘛比我较少。我今年三十多外。我拄着妹妹，妹妹你一个。大哥，请问你敢要吃？一杯一大斤的正咸水乌娘，有水无？一斤蒸。喜欢的两个客人，让我优待。哦，这个五碗的外口，即马一大斤放偌济？放二啊八至三百嘛。十大斤的带偌济？带三千，带两千八，唔免两千八，两千七，两千六，两千五，唔免。还去等你抬。赚工钱，一件上少出去外口差价，要让你差五百至七百起步。好，好啦，过来，我那计。两千三，两千二，两千一，两千。买整件的，我就又带两个客人，签告，千倍来，一千八。十斤嘞。一支一百八，你还不买？加一斤重的哦，还要买一半。找四个客人，不再做第二个打算。来，一只，干一只外口台二啊五四只开一千，干真正无迄个价值。这外口就一千啊啦，这只我搁送你啦。好者，卖开一千二啊五，开一千，九百来。九百。九百。一只百八你唔敢开，你做你去菜市啊洗十个，我搁等只等你。水无？不同的物件，高 CP 值的东西。去菜市啊，抬一只试看卖吼、啊，来九百，九百，九百，买东西就是买这种，这种好吃，我啊愈大只愈好吃，愈无暗气，绝对袂粗心，不吃哦，太多、哦，那你买两只，四百块，对啊，不过分啊，因为你买少。买多买越多越便宜哦，这是趋势，生鲜安尼行，四百。啊，一只人两百块一定爱买，同款菜市啊，台里啊，哥，你伫只搁查一只查五十块，一只五啊，只要用五分钟之内一定杀得完，超美啊！你看，刚我只大块伊就比我手较大块，笑不？四百，来大哥。那个回转该用了。太暗了，没来当做红灯户来卖，真的很红哎、欸。好来，喜欢的来，咱来买两只食看卖，对家己较好个啦。唔敢买，去外口干，你若讲我食这么大只，食一盖你就调，为什么无暗气啊？有够低，有够幼呢。四百块，四百一声，两声，三声，无好，谢谢。要卖多少个伊啊？要卖多少个伊啊？好来啦！要食现熬啊，还是冷冻的拢有啊？冷冻的啊，谢谢你。要食这现熬啊！哇，这套那个正量油啊，鲑鱼啊，整条的油。你看到袋子啊？来，他就来买的。来，请问谁点白带鱼？啊，这样。正量你要一尾吗？嘉明章，你看又差不多了，然后你四幺的呢？四十二啊，你也是。你共管，阮都二十四啊。我问阿爸了，怎阿爸咧咱？伊也足久唔捌咱。咱白色情人节讲我要献身给他，他说他不需要，我可怜。食到这老紧的，让人拒绝。来，喜欢吃的来，阿姐。一只外口免好笑啦，无三百你卖伊袂着啦，三只开你一千，好无？啊，这你头出来啦，咱若无做歹代志啊啦，来镜头看一下啦，三只一千好无啦？你一杯一杯若一千卖，就是要求酷刑哦。一杯就好啊。我先来招现场，因为我只有一箱，要食我甲你讲，外口三只就是一千，四只这只小辣椒送，啥物食来一千。超美，有看下无？来妞啊，
这四只豆豆比你阿母较大汉。没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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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阿姐，你看我啦！你摕钱啦！阿姐，有水无啦？水无？阿无啥物大？油大啊！油大啊！阿无啥物大？安全。好，那个郑亮，我帮你留一尾啊哈！啊，你再过来拿哈！水有介意来？我要送你啦！这只袂使算本钱啦，算本钱就无可能啦。剩本剩没准呐、啊，来了。好的，那个质量没有问题，我帮你留哈。你一只这么重啊？你一只无到无时间，一个人吃都吃不够啦。啊，还有人要给我优待无？野手，一千。两只一千。阿妹，买我的白带鱼绝对赚钱，我相信你们外面都买过，这么美。哦，不是皮带，不是安全带。正又大，这只够我加，有水无？一千，一千，喜欢的赶快，一千。我靠，卖三只，我送你两只，你还在炖汤。阿妹，你要吃不完。对啊。那么相约下礼拜三在坛子，好不好？来不来？那不来就不要卖你了。当然要。当然要哈，你说的，大家拢看啊，镜头甲笑一下，后礼拜来过来，甲通知。哦，要来哦，来两只是不是？卖几千啦，400块给姐姐啦。还不加过来继续，小资主诶，我已经记得啊，没无啊来400，400，要吃的动作快。超美诶，你讲我跟一支啊比外加对搁较长，真的很美，啊微糖跟你嘛差不多吼、哦。来，两只400画家，来前面老板娘的爱拌粉，路过经过都不要去错过啊！记得回去吹口，唔好去崩，都崩掉。剩下的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我留在最后四个客人的，你唔好不蹲灯。机会给准备的人，来四八，这又短。没有人要吃，唔好欠啦，钱哦，爱拿开钱水都拿花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你若囥个囥个，到怎会加去？到怎加去？不如来买鱼呀！哦，好，来过去。啊，无即摆是剩几只哈？啊，有人要试食的无啦？规斤铲铲啊，豆干切五角啊啦，200嘞！200啊！来啦！这吼、哦，这无人安尼卖啊啦。200，要吃好来。啊，大你话电公公超硬的，200一箱，两箱，等你来煮两顿的哦。200一箱有无？没有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啊，好来。什么鹅啊？不是那个西湖哦，是彰化县西湖镇。三只哦，来。王金昌啊，这里。彰化县西湖镇。好来，一斤真的黄金昌哈、啊。香王养殖的黄金仓，一台斤偌济？今麦二啊五啦，安尼啊喂，贵到敢袂崩的哦。叫黄金仓的安那？叫安啊，叫何安啊哈。查某人若嫁，卖阁想啊哈，无就无，加也加，做到要做死。来，叫两个人客，一只外口开二啊五，开500，两个客人让我优待。卖500，四啊五，开400，有啊无？400块，谢谢宝贝。黄金餐2台斤呢、欸，有没有人要吃黄金餐的举手比较快了？我得存这四只呢，无我要去称啊。有没有？你谈住的人客加种内向，我那客户的人客是嘻嘻哈哈安尼拿像咧菜市啊，有没有？三五来，三五一只两只。没有人要吃黄金章，找一个最勇敢的三八来。三八，小姐嘞？啊，兰姐啊。对，帮我留一尾，不用三八。最后一只了啦，都袂晓买，甲你讲钓钱袂利啊，讲是。鹅啊，大胖鹅啊。是的，对。鳕鱼，鳕鱼还有剩一点点鳕片，那个鳕鱼排，来，我们来开始我们的鹅啊。请问谁点菜的？鹅啊，
大哥、啊，美玲章，大哥，你给我几包才有够？你来跟我讲，一包哟。来，这只当朝现老蚵啊，这吼一面盆啊，煮起一面盆啊，转去煮咸菜蚵、青蚵啊，嗦。来，我上爱煮啥？煮饮食哦。这对吧？买一块啊豆腐，买一个饮食啊淡的来淡淡的起这样子，弄一搞餐餐。好，来，一大鸡即摆蚵啊，百八至两百，一公外口卖三百，卖三百二啊九，二啊五来，啊有？二啊五。啊大哥，你不是要吃？你看你讲，你即摆妈头落落，你食着蚵仔，你头壳都会夹起来。哎，因为这真有营养含锌，这男人的圣品呐、啊。查甫人要食补来食一挂蚵仔，这是健康的，要不要？啊，无你也是乎你啦，少十块啊。啊，我讲下咧哦，即摆时机真歹，叫政府嘛安尼钱紧发发咧，即摆可怜啊，即摆民生来安尼遮尔硬，来啦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八个人啊，要吃的莫蹲低哦。二啊四，二啊三，二啊二，两包来啊。两包啊。要两分啊，吃一只两分的啦。哦，两分才吃会完。有。两包。大胖子呢？这大胖子嘞。两包。小弟啊。你卖个小弟。来，两包。啊，后面也有。好啦，蛋姐，记得下次那种重的东西要放这里。我就跟你们讲，下货要注意。啊，当你落货时阵，就是爱放伫遮。啊，你偷偷嘞？偷偷要不？要没出了。哦，我偷偷蛋姐先来买。哦，迄偷偷我赞嘞。来，小心哦，小心，小心。来，啊，搁存无济呢。两百，滴呢，你免两百，我你讲啊，若无几放五天啊，冰箱会底层，你莫我放冷冻啊。来，两百。小姐啊，哦，好吃。来，两百，哎，阿彪，回这是你后面，不是我。阿彪，来，两百，左边有两个，来，200块，来。小姐。还要吃要快，这现熬啊，实在了够。不要这样丢嘛！来，还有无？200块，两百一箱，两箱、三箱，无你还阁等一礼拜，你菜车你卖过？真的买不下，现在蚵仔太贵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好，谢谢，来。阿舅，我来。这样啊？没有了。好，来，想吃的继续，我等你，等你五秒、四秒，来，大哥走。来，要吃阁话声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哈，好，谢谢。好，继续。一小片的就好了。雪牌在哪里？哎，贾大姐，我来给你点的，啊，你遐猪拢无要拿汤哦，我。我留住你呀。啊，有迄条鸡腿排无？有啊。来。你要几箱？来。我要收第箱，我看你家都无来看你。你袂使，你会使来卖卖鱼啊，袂要紧。来，都袂掉。都袂掉。忍不住嘛。好啊，来遮无一定爱卖鱼啊。来看小辣椒生做啥物型？哎，你们着急来着？我着急完，你袂收款咯。你讲。哎，袂收准了，今日。来，这个也剩下最后一箱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来。来买小辣椒的东西没有压力，绝对没有压力。啊，买卖本来就是大家吼双方欢喜感官的。好，最后一件，蒜鱼的中骨完全无空，无骨无刺，蒜鱼老刺嘛是软骨啊，非常的甘甜。煎煮炒炸清蒸红烧做糖醋，通通都可以。妹妹，外面张鳕鱼排一片，青菜第你80，这一台青菜外口开你500，卖开500，只有一箱对吗？唔对，啊鳕鱼尾是不是也有几箱？不啦，来一箱鳕鱼尾没了。不啦。有啦。阿爸，今天有那个鲑鱼头吗？给我啦。鲑鱼头有。不，那拿错的啦。有。好了，不要那么生气啦。镜头前记得微笑。好了，剩下这两箱了哈。啊，我先打开，因为等一下你们会抢。有，今天肉鱼只剩下4件，肉鱼不能带多，没有办法带多来给你们吃哈，先来点回拍摄。
好来，我们要来吃来，一斤就二十台斤，一台斤带三百，一箱带偌济？带六千啦。咱这一台带两台斤，开六百，卖开六百，没开五百、四百、三百来。你要几份？卖你免三百，你生做比人较水，你要够，你要够。明阳长，谢谢明阳，认真找。两百来啊！再结婚，等一下再一起找哈。两百块。哎呀。这一包。哎，好好好。这边一包。好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一定会抢，因为这个超值回馈组啊，来两百。喜欢吃就来。这个最方便的，来能放没有？这里一个后面的，好，后面的帅哥哦，好，帅哥哦，一对，谁呀？啊，北拜，北拜，谁敢讲嘛？北拜，还有一个哈，好，来最后一箱了，要把握啊！还有一个，这专程带来给你们的啊，来，再一个，来能放。来两百块的，两个，再一个，再来，来两百，是这波人啊，来两百块的要买要快，那边呢、啊、那边呢、啊、你今天一点输掉了啦，来了，先给了两个哦，来了，两个一千块的，好，干两万做一下。你要说当小帮手不容易，所以还有对面的呀。对，好了，剩下最后三个客人不能再收单了，不能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加价拿来，这边来呀。阿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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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妹妹，你第一个点的对不对？姐姐送你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下礼拜三要看到你啊。好。来两个五百。阿姨，老哥。走。再一个五百。来。好来，阿妈来，阿妈就今天来围糖，我来，只有一包哦。你们阿妈，来，后面阿公，来。这是大的吗？中的，中的只有一包。这几个轻的。你们有没有看我的 YT 抖音的那个？来个两个轻的。我在西湖都卖蛤蟆塔，我的蛤蟆哦都是直接产地来的。哇糟啊，弄糟啊，弄糟啊，小瓶糟啊。天然的蛤蟆一定爱吐丝啊，不是小辣椒饼干，是为着你的身体健康。伊的台盐一包，甲蛋一面啊，水爱淹过去，吐三点钟袂要紧，水十条放咧冰箱，下底在冷藏箱下底放五天。卖用任何化学的物件去处理这物件。来，喜欢吃蛤蟆，卖开两百，看过我的直播绝对知影，一百来。是啊，伊讲冰的。来。